赐你一生，而你此生都将为我为天界而战。原来这天下最大的魔头是我自己。玄心，玄心，师父，玄机在哪儿？玄机他现在已经化身罗侯嫉妒，就算他是罗侯嫉妒，他也是玄机。恭迎魔尊重临三界。魔尊，你不是与天界为敌吗？身边应该有我。好，玉司凤，你就做我的贴身妖奴吧。你这蝼蚁，休要阻碍魔尊之志。玉司凤是我的贴身妖奴，你敢伤她，我就要了你的命。我知道玄机的意识还在，他绝对不会让你再造杀孽。你放他出来。司凤，玄机，天界要我的元神实施力竭，为的就是用人间情爱的幻象磨灭我的恨意。你为什么不能放下恨？放下恨？你连区区一个楚玄机都放不下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放下这刻入骨髓的恨？我让你看看，这样的恨能不能放下，该不该放下。从明天起，你将为我天界效力，去剿灭修罗，屠尽魔域。我本不想杀戮，可白灵却将我抽筋拆骨变成杀人的工具。我盼着太平盛世，可是百灵却操纵我灭了我的族人。我替你上天界去找百灵，说服他与你相见。好，若你没有命回来，我就杀上天去，把百灵一根筋一根筋抽出来。我只想问问你，你对战神、对玄机、对罗侯，当真是无悔无愧吗？我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三界苍生，无甚可悔。为了三界，你可敢让罗侯嫉妒来天界与你见上一面，单独了结你们的夙愿？好啊，你带他来吧。雨丝凤，走吧。